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新西兰的装修大佬。今天呢，大佬在自己家里准备要做一个 workshop， 然后里面呢可以放一些工具或者放一些杂物，就是当一个储藏室用，或者当我的这个以后的工作的一个小房间。比方说在里面做一些木工活了。Council 呢现在呢有这个规定，自己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呢，可以盖一个独立的一个单层建筑，然后平米数不超过30平米，没有卫浴、厨房等这些设施的话，是可以不需要报批的。所以呢，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啊，找这个专业的队伍来做一个工具房。好了，我在自己家里选这个 workshop 地址呢，选在这个后院啊，然后这几棵大树的下面，因为这个空间平时草长得也不是很好。那个主要是大佬比较懒，就不想割这个草啊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做一个正规的一个地基，然后正规的外墙。哎呦！然后我要盖的这个小房子呢，这个面积大概是十几平米。是我的。OK， 是你的啊，不错。等盖好以后，你可以进来玩哈。OK， 拜拜，宝宝。对，其实这个小房子的用途很多哈。可以把它当储藏间了，可以给小孩玩了，或者当自己的工作间哈，或者是杂物间都可以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们就是先挖几个坑，定几个位，然后呢把这个地基给做好。这样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基是怎么做的。敞亮吧，没事儿多砍树啊，砍树就显得地方大，对吧？这就是让你家这个后院面积大的这个唯一的可能性，就是砍树啊。这就能办了，够了，这就能办了。你说这要都能挖出金子多好？能挖金子吗？不用啊，挖了个铁矿也行啊。这全是石头呢，这，哎呀！往这边回，好，哎，不对呀，再往回。你这是专业木工吗？啊，这你让你织毛衣呢，在这儿。我天哪，这又是激光，又是绳儿，绕来绕去的啊。CEO。吃饭不好挖哈，天哪，全是石头，不好挖，全是火山石，哎呀，在家里你也不做饭还买？嗯，我谁做饭？哪有时间？哪有时间啊？你能不能不老学我说话？是不是？行吧，然后吃。你的鸡其实随便吃 ，CTO 又跑哪去了？
这个柱子我们用的是 H4 的柱子啊，防腐系数 H4。然后这个水泥呢，我们用的是这个快干型的，然后高强度的30 MPa。对，因为普通的快干水泥它的强度一般是比较弱啊，大概也就是15左右。如果是做地基的话，如果你还要快干，那就可以买30帕的强度，就价格稍微贵了一点啊。这儿有个树根啊，我要把它切掉，要不然随着这个树的长大，它可能会影响到我这个地基。面积不小啊，绝对直角。要不然拿尺拉一下。差多少？1毫米啊！差1毫米，咱就不要计较了。全老盖了，我跟你讲。好，切了。
我天，好了好了，没电了没电了，还打，枪的声音都变了还打，没电了怎么办？我们家中间这个叫 Nog， 它是为了让这个大梁不变形。